咱家老姐私信我说让我吃海葵，这海葵咋吃？你看，这太吓人了，吃一个吧。没有老铁的双击，我也是拼了。谁是手了吗？进来尝尝啊。手机刚才没电。太真了，好好爆辣版的面条来了。我家老铁私信我说，平妹你最近飘成啥样了，爆辣版的面条你都不吃了。老铁我来了，这个视频我什么也不要，我就要你们一个双击，感谢老铁。猛子说吃这个虾如果没有小红心就会被挨打。女神吃尼罗是这样的，哇好辣，不敢吃，会长痘痘。而我吃尼罗是这样的，啊，好辣，好过瘾啊！要说撸串，我可是认真的，甭管什么串。有吗？如果你也喜欢吃，能不能给小妹来个双击？两斤一个大爆头，快点辣椒油。妈呀，拿不出来。喜欢吃墨的给个双击。有个小姐姐私信我说她没见过大虾王，今天我给她整一只这么大的大虾王。小姐姐你在吗？看到大虾王给我来个双击，来上一口。
一斤一个大海螺。真的是超硬，太老了。都说小伙不够拼，今天俺们拼一把。如果感觉小伙够拼的，给我来个双击，行不行？加点辣椒，一定要给我来个双击。好辣！海螺成串成串的吃，它能不香吗？必须配上红油版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吃，咱家铁子肯定不会给你双击的，必须加上我们家秘制的辣椒面。够了，咱就不能换换口吗？如果我能一口吞得下，请您赏我个双击。老铁，给我媳妇个双击吧，她太拼了。双击双击，来个海螺。不管是吃啥，必须得蘸的辣油。马上直播，先吃个虾尾。今天没收到礼物，心情不好，吃个虾尾吧。主播，时隔一年吃这个面包蟹。真的超级惊人。大宋，
这叫春笋，春笋，好肥了。